走走走走走走走，进来！哇哇！上面。我拿出枪了，吃鸡了。欢迎收看我不磕拿铁频道，今天要介绍手游 Free Fire 我要活下去的排位赛说明。最近我玩单人的排位赛嘛，所以我大概跟大家讲解一下一个大纲。如果你今天想要排位赛有晋升的话，你尽量每一场单人模式的部分你都要活到前20名，这样你的分数才会增加。如果你今天活越久，比如说你活到前5名或者是第一名好了，你的分数就会加的比较多。再来就是如果说你今天是落地成盒，可能一下去啊你就40几名就死掉了，那你就会扣分，扣分的话你的排位也会往下掉。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我的画面呢是直播场的时候的画面，我的等级是铂金2，之后会升到铂金3，到最高是到传说。现在总共有6个排位，然后每个排位大概有4个阶段啊。目前我看是有4个阶段，等后面如果有再晋升，我会再拍影片跟大家说。然后现在给大家看一下，就这场我的直播场怎么在单人模式呢成功的吃鸡，然后分数大概多少分呢？给大家参考一下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昨天的直播吃鸡的画面吧。好，我去抢车。哦，这一场圣淘沙应该人很多。哦，好吧，我先想一下哦，我要抢哪一台车？算了，圣淘沙我不要去哦。哦，我都觉得我要落地成盒了啊，好远哦，完蛋了！我在飞什么鬼？我在飞什么鬼？我刚原本有点犹豫，想要飞到圣淘沙去拿那台蓝卡，然后后来突然间后悔了，快点！有武器可以捡吗？我刚刚看到，那是武器吗？好，最后一场玩个游戏吧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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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失手，失手，失手。哦，又有敌人，又有敌人，从哪来那么多敌人啦？哇，太夸张，在上面欸。哇，我天哪！敌人太多了吧！我的妈呀！我刚想把那台车拿来堵在那里耶，臭小子！我不能原谅他。先让我去补个血啊！臭小子！啊！我要杀了他！我的计划失败了。我没有远程武器耶，拿冲锋加人家伙。好，等一下一定会相遇得到啊！等一下，我要先拿一些武器。我刚才计划原本是要把那边守，就是把那个桥给挡住的，
殊不知杀出程咬金。偷小智，我们山水有相逢啦。等一下看一下在哪里。而且现在这游戏会有一个类似工厂机械在运作的声音。现在没看到他，他应该还在上面吧，我猜。哇，可是我用这把我没有把握欸， N14 射速比较慢一点。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上面，不过有可能就跑下来了。哦，那个声音还蛮吵的，我觉得工厂音其实有点太多了，又关不掉的声音。他应该在上面吧，我猜。等一下，我先多拿一些东西可以跟他玩。我现在没有看留言齁，我先专心玩一下。我要处理一下私事，处理一下。我来了，他来了。小子，是不是你？来，我看是不是拿冲锋枪的。如果他包包没有冲锋枪，就是他。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？是他 ，UMP。哦，没错，不错嘛，伏击我嘛，伏击很开心哦。出来玩还是要还的啦，这次来跟你讲一下，出来玩还是要还的啦。刚刚就是他啦，把我的计划破坏掉了，车都被他打到快坏掉了，车子都在哭泣了，不可以让不能让女孩子哭泣，也不可以让车子哭泣。各位铁车流的各位要记得这件事情，如果今天有人欺负你的另外一半，你一定要为他稍微出气一下，当然是合理的出气啦。那如果能打你的车呢？你当然是不能容忍的、啊，对不对？OK， 他刚刚把我车给打坏，我的车，我去开另外一台好了。刚应该是他啦，因为冲锋枪 UMP 嘛。他这台车没关系，他应该没有打这台车吧？还好他没有伤害这台车。我先确认一下有没有敌人，我怕误杀人。对啊，是他啦，有抓到吼，没唔丢就是伊啦。哦，没事啊，呵呵，不好意思，我叫一下，我刚才我怎么又被打了？就不是，是我自己顿一下的损血，我太激动，我太激动了。前世未了，哎呦，卡住，我刚才想说可以来一个小回旋。哦，太好了，这是在圣淘沙吗？等一下哦，我想一下哦。那我还是得用做那件事情。我不要开车。有敌人吗？但我不要开车，我要玩另外游戏。我先把这边道路堵起来。前世未了。好，这招是那个老司机的方法。这样一个好处是说，等一下如果敌人要过来的话，他就没办法开车，因为被挡住了。我这场先不开车了，那我先找个地方躲起来，因为我想要喝个水。这是 N14， 我想要拿，他们 SKS 好了，先收你东西。没有，应该过不了。刚刚有看那个间距，应该过不了。间距有点窄，如果是吉普车或者是蓝卡，应该过不来。三轮车我就不知道了。这边做得很好，我很喜欢这个场景，这场景做得好美哦。美轮美奂，有台蓝卡哦，是我刚才台啊，我想怎么有台蓝卡，应该是我的车啊。
欸，我刚以为敌人就是个灯。我的蓝卡 ，Hello， 哈诺哈，把它开过来一点。跳，跳，欸，怎么跳不进去？欸，毒圈要来了。M4A1，会不会决胜圈在这里吧？最后一场的决胜圈还在这边吗？可是我现在掉35分了，那我至少要达到第一名才行。没有四倍镜，嗯，这个台车原本就有了吗？等一下，我也没印象这边有没有，这边原本就有车嘞。好，我稍微记一下好了，之后再确认一下。我怕是敌人开过来，可是应该敌人开过来也不会停那么这么的整齐，我会停在路上。哦，太好了，可以走，因为决胜圈不在这里，所以我等下开这台车走，刚刚好啊，老天爷安排的。我刚刚原本想说决胜圈可能在这里，就没有。等一下，我先喝个水，还有时间。可不可能要换枪？欸，因为哦 ，N 14我没有四倍镜的话，我这样打应该很难玩。OK， 五包超多，开心。那闪人呢？结果等一下另外的桥那边有人把它堵起来，我就要哭了，我就难过了。拜托不要有人堵那边，不要有人堵这里啊！结果害到自己。26个敌人，哇，恭喜！我现在只想要拿一把 STS， 我觉得工厂这边应该很多人。我一边开车一边在看地上有什么，二级包，空投，这边有开战过了，我刚好看到那个箱子有空投，欸，这车还在，欸，等一下，有可能没有玩家，喔，有可能。等一下，格罗子啊。哦，100多发够用了。等一下，现在开始我先不开车哦，我开车会死，因为会被发现。我现在先找有没有背镜，想拿格罗扎，可是格罗扎，每次发音不标准都被人家酸，说英文念不标准。那我要讲狗杂枪吗？狗杂枪会比较标准一点吗？关键呢，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敌人。看起来，原因是因为非常宁静。我那两台车先放原位，等一下如果决胜在我这里耶，哇！可是我没有四倍镜耶，我这样有点危险，因为我打不到远距离的。哇，没有倍镜啊！而且你看哦，你快决胜，他有多少敌人？13个敌人。
够不够龟？够不够龟？超龟了吧？哇哇哇哇！吓死猫咪了！我都要确认后面有没有敌人，因为有时候都死在背后啊，都被偷袭我今天这场玩最后一场啊，我就先认真玩，我最后再看重播的留言齁，谢谢各位的留言，然后记得不要让管员太辛苦啊，那个聊天室都有写规则，再麻烦大家看一下，谢谢。等一下我在听声音，哇，敌人真的很多欸，我的天啊，这敌人多到我觉得有点可怕欸，而且我没有拿到瞄准镜欸，一个都没有。哎呦，我趴下来干嘛？我想按到趴下。哎，奇怪，我角色怎么趴下了？这我刚才讲的有一个包，有人死掉的包。哇，这个包是落地成盒，落地成盒的包。等一下，我现在怕我遇到狙击枪的。大家记得排位赛敌人很强啊，我都没有把握可以吃鸡的。我只要可以拿前五名，我就觉得 OK 啊，不要掉分数啊。现在在跟高手决斗啊，两个空投，那哪一招啦？两个空投，我会笑死。来吧，我们等敌人吧。先躲这里，他们等一下会上来。我先守好位置就好了。我想要守空投这边。我想把两台车开走欸。我不要让人家开车，我先把车开走。要也是我开，把车藏起来好了。等一下哦，好藏这里。难道我用铁车流了吗？这是老天爷的安排吗？哇，两个空投欸，等一下，另外空投我要捡吗？不知道捡不捡得到，会不会是 AWM？ 格鲁扎，没有瞄准镜。哇，敌人在哪？可怕欸！等一下哦，这边好像是桌，不行，这边有障碍物可以躲。我看到敌人了。有四倍镜欸，我拿错枪了，哇，吓死我，我刚拿错枪，我拿到手枪，拿到G18，不要啊G18，不要这样对我，快吓死了，我的妈呀，我拿到四倍镜了啦，哦，好刺激哦。啊，有没有大家觉得很紧张？其实我现在一点都不紧张，我是抱持一个欢乐的心态。哎呦，完蛋，我要死了！哎呦，完蛋，我死定了！哇，是山顶，完蛋了！山上欸，我要怎么打？剩一个敌人了啦！你躲哪里？赶快出来啊！欸，剩一个敌人，为什么？他在哪？石头后吗？你看我冷欸。他在哪啦？他在哪？鬼是不是？鬼是不是？看看他。啊！
吃鸡了，累死我了。哇，我好累哦，我好累哦。OK， 打到铂金三了，至少我完成我的任务了。刚刚想说在最后一场，希望可以拿到铂金三啊。OK， 好累哦，最后场好累，真的很累。好，这是排位赛，我跟你们讲，这敌人真的很强，非常强。就是因为我之前其实，在改版前我玩，我觉得其实还好。改版后，我觉得现在高手太多了。OK， 希望没有不辜大家所望啊，好不好？我成功吃鸡，谢谢大家。哦，我真的累了，好累哦，好累哦。OK， 好，谢谢大家今天看直播看到现在哦，非常感谢你们。然后那个之后直播的话，我还会好，希望可以玩欢乐场啊，可以轻松一点，让大家感受到游戏的欢乐。然后排位赛部分呢，大家记得你尽量在前二十名不要死，你的分数会慢慢上升。如果你今天没有杀到敌人也没关系，你尽量每一场保持活下去，活到前二十名，你也可以慢慢的升排位。在你们可以在单人模式去练枪，因为排位赛现在的敌人真的很强啊，玩起来很累，很伤脑。对 ，OK， 我等一下休息了，因为刚刚今天有点累累的。Hello， 看一下大家留言，我看一下大家留言哈，我有点累啊。原来我单人吃鸡几次啊？我没有在，我主要没有在玩单人吃鸡的，我主要都录攻略，好不好？谢谢你。哦，雅思也是围场吃鸡哦，太强了，太强！我等一下打电话给他一下。OK， 好，谢谢大家今天看直播。我后面的话会再录一些攻略跟情报给大家。如果大家喜欢我影片的话，可以帮我喜欢，可以持续订阅我的频道。也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谢谢今天的管理员，谢谢各位观众，对，陪我玩到现在吃鸡。OK， 那。后面的直播呢，大家再记得把订阅通知铃铛打开，你就会收到我的通知了。也希望大家可以成功的吃鸡，成功的玩排位赛，慢慢的升级，也可以在这游戏中找到欢乐。最重要的，记得游戏是开心是快乐，吼，不要说那种东西是吗？对，胜败心不要太重啊，轻松的玩，或许你会比较快乐。好，那我今天直播到这边了，还是要谢谢今天的管理员，跟谢谢各位观众的那个理智，还有各位的加油声，我都听到了，谢谢你们。那我们下个游戏见哦，拜拜！等一下我先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忘记先关音乐了。等一下，我好，我先关掉，因为我这样才能放背景音乐。好，那也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个游戏见哦，拜拜。So we're caught up in problems. So we're caught